所以是否要继续犯规，这也是有待商榷啊。哇，速度非常的快哦，林秉胜再把领先给要回来。金恩切进来，左手这一球放篮成功。高调阿修罗这个位置并不太好，自己用身体在硬挤，这一球还有啊，这个就是实打实啊。嗯，交给到篮底下布拉，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扣，但第二时间还是扣下去。哎呦，阿修罗啊，传球发生了失误。阿修罗刚才是不是想要来补篮呢？我今天很能打。金恩压进来了，这一球好球。林秉胜，金恩切进来，这个左手的放篮成功了。哦，篮。金恩这球再打布拉火锅，但是阿巴，我先来看一下，这是在前面的一个火锅，可是但是拨出来还是在林秉胜手上，交给金恩，金恩踩进去，但是又是布拉火锅，但是打到了阿巴仙的手上，外线三分，前仆后继，慌。这球被林秉胜给抄走了，前面是完成了快攻机会，交给了阿巴西，独小的阵容放。还是给了阿修罗勾，篮底下布拉这个球进攻篮板加一，再加两分。阿修罗后仰飞位，哇，这个球，他的这个。